老师好，你好，来自益阳，来自美丽的魅力城市德国，常德。对，德国就是常德。我们的这个资料上面有出入啊，然后这个上面写您，哇，哎，这个年龄应该写错了呢。我今年27岁半周岁。有这么大吗？对呀，哎，我们差不多，不可能的。对呀，27周岁半呢。27周岁半。对，真的。那个姐姐，你为什么想来参加比赛呢？因为我说阿姨，因为我是一个那个知识青年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。是。那时候我们16、17岁的时候，嗯，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嗯，是到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。对，在广阔的天地当中放声歌唱。是。夏大姐，嗯，夏大姐今天带来的这个舞台中央的表演是什么？我现在唱一首时髦的歌，好，黄龄的嗨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一定会。希望我的老爸我的老妈在电视机旁和电视机旁的观众喜欢。有请。一定一定，非常活泼。对对对，非常活泼。好，加油。黄龄的嗨歌。毛城头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夏大姐，请对这边唱。对啊，对这边。对，啊，我们人在这里。对这边。 好对对对对对。你才发现我们在这边啊，夏大姐。重新来一遍啊。加油哦，瞄准。谢谢。好，瞄准我们啊。毛城头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 DNA 就立好我的爱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毛城头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咦，你不在我不在，咦，谁还会在？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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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毛城头就一起来，草鱼们就一起来。掌声鼓励，谢谢。OK。夏大姐，您来到这个舞台上唱得开心，唱得嗨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真的，而且这个大姐给所有的人一个最棒的榜样，一个示范。你给大家一个最棒的示范，就是放得开，不紧张，而且很有活力哦，很有活力，而且你很有自信。所以年轻的朋友要向姐姐看齐哦。对，加油，夏大姐，真的，谢谢你。对，我想和你们三个老师合个影。好，要的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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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合个影是吧？好好好，没问题。夏大姐，来，你可以站，你用你最好的姿势来跟我们拍，好，没问题，好了。您可以到这儿来。对对对，来。哎，请问那个照相机在哪里呢？啊，照相机。对，照相机在哪里？要那个摄像大哥。摄像大哥，来，不好意思啊，来。哎呀，我们夏大姐你熟人真的多嘞，夏大姐啊。哇。OK， 谢谢你啊，夏大姐，谢谢。我们鼓励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啊，这个名次不重要，是因为我就是感受这个过程，因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为我们那一代知青。夏大姐，要不你坐在这里算了，夏大姐。佳倩，夏大姐，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好多选手。有没有发现近看有点像凤飞飞姐姐？哎，飞飞姐，很大气，很大气。她的台风很大气，夏大姐，我告诉你啊。夏大姐其实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我们这个舞台是零门槛，只要你爱唱歌、敢唱歌、会唱歌，都可以来到舞台上。真的，我们超级女生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？是阳光、正能量、积极的人生态度。就是像你这样子，就是像您这样。谢谢夏大姐，谢谢。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休息一下啊！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没问题啊。谢谢夏大姐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拥抱一下，哎啊，哎，对，可以了，谢谢夏大姐，都抱，真的很热情了哈，好，哎，那个，对对对对。